你倒是乐观。不过，现在柳擎天的帅仗在木都，而这大千化魔阵的阵眼又在我们家，要开启大千化魔阵，现在是个难题。爹，我愿意潜回木都，催动阵眼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要去也当是我去。您是一军统帅，怎能以身犯险？我对木都情况了如指掌，对临阵也算是颇有研究。 这件事我去最合适，爹，你相信我，我绝不会以身犯险。好。当我走过山峰，他不说话。当我走过海，还不说话。成长。 爹，我要躺上去吗？当我对着星星。